新的学期就要来到，北台南家扶中心为着替囡仔捐助学金，二月初六到初七两天，将伫台南的七大邮局办理爱心的义卖，现场有各式的生活用品、农特产、鸡卵糕、饼类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台南邮局长期以来的一个协助跟帮忙，然后那他们都提供这样的场地，也提供一些义卖品啊，让我们在这边能够为孩子的教育学费哦筹措哦啊，尽很大的心力啦哈、哦。那目前仍有缺口146万元哈、哦，那也期待社会大众哈、哦、啊，在这两天，假如你刚好有时间啊，欢迎到我们的七大邮局哈。为我们的孩子加油打气哈！这回合作的单位台南邮局，当年来持续支持做海活动，除了提供义卖场地之外，当年嘛拢会赞助相关的商品，替弱势合作的注册费尽一份心。台邮局跟家福长期都有在合作，我们就免费提供我们家福中心，我们在我们邮局辖区里面的七个邮局哈，我们都挑选比较热闹，而且那个比较好销售的支取，让他们来卖。我们希望说，透过我们这个活动的话，可以让我们的家福中心可以在新学期的时候，为我们的弱势的学童可以筹募到那个助学金。北家福表示，这个义卖特别的是，有一位家福过去帮助过妈妈。一个家父目前协助的学生特别站出来到小厅，亲手做甜点投入义卖，北家父好着各界踊跃响应，呼吁社合组安心就学。南天新闻台新雅采访报道。